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39篇。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仇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心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幻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
我便消滅。你因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叫他的笑容消滅，如衣被蟲所咬。世人真是虛幻。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让我们先来一同的去祷告，请大家低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你的慈爱，我们的心因为你的救恩而快乐，我们要歌颂那位至高在诸天荣耀的上帝，因为你用厚恩待我们，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偏离正路，落在污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的心与我主我神同行。愿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寻求你的面，愿我们为我们的罪来到去悔改归正，又愿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子民在你的圣殿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主我神。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呢去分享这个的诗篇39篇，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唯一指望的上主。面对苦难，又或者在疫情的过程中，人很多时候都希望去逃避苦难。面对苦难，我们可能有两条出路的，有人可能会放弃信仰，有人会逃避面前的经历，但是诗人两样都不是，他是在这个的心里面既愁烦又忐忑，但是他又对神即是存在有盼望，活在一个张力那个的当中，坚持到底。这个是旧约哀歌常常出现的格式，是旧约的苦难神学啊！人生的苦难十常八九，甚至有些人这样讲，他说苦难就等同于人生。在苦难当中，人常常会问，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幸福的家人或者我的身上？为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太太这么突然的死去？又或者质疑上帝为什么容许世上有这样的苦难出现？如果在911的日子，你知道确实有很多的人打去电台是这样来到质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不做一个世界是没有苦难的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问这些问题的人是错，更加不要认为他们不熟灵，因为在来到去编写这个哀歌的诗人都会常常这样问。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你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引用这一句圣经的，诗篇的22篇第一节。诗篇43篇那里都这样讲，为何忧闷，为何我里面常常的烦躁？诗篇的哀歌是在这个的诗篇的五卷的里头其中最多种类的，差不多有60多篇，
包括有个人的有团体的哀歌，帮助人呢向神表达心中的那种的挣扎、痛苦和失望。今天我们特别和大家去看一看诗篇三十九篇。刚才我们听完的，即是读完的那三十九篇的圣经里面，我们看看诗人有什么的那个的落在什么的处境，或者他有什么的现状。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各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着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受苦就发动。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就用舌头说话。我们看见呢，即是第一段呢，诗人落在一个极度的危难的里面，但是他却勒紧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他不怨天，他不尤人，他忍无可忍了，到最后他直接来到去面对神，向神倾心吐意，我们说尽诉这个的心中情在神的面前。第一节诗人说他要谨慎自己的口舌，在这里他很知道一个人那个的内里的品格和性情，他要谨慎，他谨守住自己的言语，他约束住自己。你知道有时候即是这一种这样的谨慎约束，对于即是在一些极恶的环境的前面，即是那种的叫做智慧或者做法。我有位的以前的同学咁啊，搭 lift 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人咧入到 lift 里头，咁啊，仲系担住口烟，咁啊喺呢一个嘅呢一个，佢见到呢一个状况咧，佢就唔能够忍啦，系咪？咁就同佢讲，先生坐 lift 又唔可以食烟噶，麻烦你啊。咁呢个人咧就即系继续食，冇睬佢。大概咧，当个 lift 门一开嘅时候，佢一锤打埋去，咁啊，然之后就即刻跑咗。咁我呢个同学即系有少少即系阴功系咪吓？嗰个口唇就即系打伤咗，报警捉唔到呢个人啊。咁但系我哋即系好相信佢所做嘅行为唔系错噶，佢系啱嘅系咪？佢出于善意嘅提醒嘅。但是有时候在有一些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即是谨慎行事。另外一个的动词就是犯罪了，指到呢错事迷路。犯了过失，诗人强调不。即是我不。我不要。来到呢去犯罪。这个的免得我舌头犯罪，免得我。我怕我舌头会犯罪。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最小的那个的肢体，但是可以左右整个人的行为和心思的。雅各书那里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这样形容我们的舌头。他说舌头在百体里面是最小的，但是却能够讲大话。看看最细的火能够点燃住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面点着。你知不知道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口不收，或者呢，那种呢，咄咄逼人，甚至聽過有時啲弟兄姊妹即係咁樣去去理解嚇。我覺得某某人咧，佢嗰個言行咧，嗰嘅即係對佢認識咧，似乎佢唔得救。有時我哋都要好小心。我哋居然可以做審判官，決定望一望佢嘅行為，決定佢唔得救。我哋真係要好小心。
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的教会的、或者在一些的、外面的职场里面，我们常常跟其他人一起说三道四、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有没有呢、在我们的舌头它可以是将整个森林去烧着的一把火。诗人为什么要勒紧自己的舌头啊？因为他怕任意妄为，乱错乱地讲说话而得罪神。这个是诗人非常之警戒自己。你记得在这个的士师记里面 记载一个的士师耶弗他，当他准备打仗的时候向神许了个愿，他想都不想，他就说、我打仗赢了回来，在个门口出现的那个人我就献他给耶和华为祭。而他打仗回来的时候走出门口的是他的女儿。但是圣经都给我们看见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他的女儿应承他爸爸将自己献上耶和华为祭。第一节的下半节呢，那里就说呢，用这个的罩子将自己的嘴巴罩住，好像动物的嘴被罩住一样，面对恶人的时候要罩住自己的嘴巴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和勇气的。在这个的今天在香港，如果你对着警察你讲多一句讲多几句某啲嘅言辞嘅时候，你可能被控告你犯咗国安法嘅。你连讲说话嘅自由都冇啊！我同你讲，喺呢度第二节下半节直译就话：我从善处找住我嘅平安。加尔文去解释咩叫善处找住我嘅平安呢？佢就话：诗人系为自己辩护啊，但系佢放弃呢个申诉权，免得恶人曲解他的善意而加以无理的抨击。这种情况令人想起主耶稣面对审判的时候闭口不言，他们找假见证来去诬告耶稣，但是耶稣却好像一个沉默的羔羊闭口不言。第三节，诗人千方百计禁止自己的舌头、不要讲一句的话，不过恶人却是不罢休，他们似乎呢诸多的挑剔，诸多的搅扰，迫使呢这个诗人他心灵里面非常之的痛苦啊。他这里说我的痛苦更加的剧烈、他的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控诉、在这里我的心在我们里面发热、好兴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别人又可以说三道四，好兴心里面、连可能讲说话那个的自由都没有，怒火中烧。而进一步诗人就说，我默想的时候心里火烧，他的感情没办法能够控制得住了，到最后他用舌头讲话。诗人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发言，他讲话的内容是一个悲叹人生、嗟叹人生的苦短。第四、第五节那里怎么讲呢？那里告诉我们听，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身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的虚幻、这里呢当他要讲出来的时候，他陈明他的时候，他说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诗人的内心那份不安和烦躁，尽管是神是公义的，但是奈何人生所过的都是苦难的日子。他以慨叹而无法亲见那些恶人遭报，这一种这样的感受，这种这样的光景，就好像当日呢这个的约伯记，约伯呢来到呢、向神来到呢去那个的质问一样。
约伯记嗰度话，使我知道我嘅寿数有多少，我嘅生命有多么嘅短促。喺呢一个嘅祈祷嘅目的里边，啊，佢真系盼望，即系佢能够真系睇到恶人真系要有恶报。第五节佢用咗三个比喻讲述短促嘅生命。第一就系，你使我日子就如手掌，手掌啊，我曾经试过咧。啊！佢話大概即係八分到啦，啊咁啊揾把尺啊去度嗰、那個啊，即係用手指去度嗰度，發覺真係八分喎、啊，八個 cm 啊，可能呢個計算嘅長度、啊。第二就係話，我一生裏邊喺你喺面前如同無有，即使你係90歲，你有冇發覺人生今日你可能過咗20几年、30几年？40几年，好长嘅日子嗬？唔系噶，你知道唔系？你知道咧，好似眨下眼，就好似我喺华恩教会服侍咗9年嘅里边，啊，真系眨下眼。即系有啲话，诶、哎，咩5年啫嘛？唔系眨下眼，9年啦。啊，日子真系好快就过去了。相对住呢个永恒，人生真系虚幻，人生嘅年日如同无有。各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唉，一口气啊，即系好似咧早晨嘅雾气啊，早晨嘅雾气都有时会长啲，积聚得长啲，你知道吗？喺呢度第六节到第11节啊，佢话世人嘅行动系幻影，忙乱系枉然，积蓄财物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我等乜嘢咧？我嘅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犯，唔好使我受愚顽人嘅羞辱，因为我所遭遇嘅都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嘅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嘅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嘅罪恶惩罚佢哋，叫佢哋嘅笑容消灭，好似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啊，读到呢一个第二嘅段落嘅时候，你就睇到咧，好似咧，即系传道书啊嗰、那个嘅开头系嘛，虚空嘅虚空，虚幻嘅人生啊，啊系一种虚幻嘅人生。点解啊？因为人嘅罪咯，人常常咧喺自呢一个嘅伊甸园里边咧，佢就好希望自己做神噶啦，而喺呢度。佢嗰個嘅人生卻變成得虛幻，將高貴而榮耀神嘅形象全部嘅破壞，淪落為全然敗壞嘅人。幻影喺呢度只不過係影子同埋夢境。虛空呢個詞重複不斷喺傳道師出現，一旦離開咗神，人就落得嗰種嘅一口氣一樣，一種嘅虛無。这个是传道书的主旨，所以幻影和虚空是异曲同工的比喻。这里又提到来来往往，走来走去，度来度去，不停的度步的意思就是很忙乱啊，整个的人生里面是非常之的忙碌和忙乱，但是不知道忙什么的。不过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呢，他们是为了怎样积聚保障，他们积聚更多的财宝，或者是呢、更高的名誉，或者、争取呢更加稳阵的生活方式。这种的忙乱、就好像新约的提醒，路加福音9章25节、他们就是赚取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能够将生命延迟一刻吗？不单单自己没有福分享用，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劳碌，但是还是继续忙的，你要记住，他还是在这里忙，因为他不停地希望能够赚多一点，储多一点，这样才稳阵的。但是最后发觉，原来为什么呢？这样的忙。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诗人那个的生命里面，他描述到那些的对他所谓攻击的世人的时候，用到这个这样的去提醒。但是在这里诗人有另外一个那个的体会，就是说他就是说，我等候，我的指望在乎神。
等候里面是要有盼望的，等候和盼望在指望里面存着忍耐去等候，同样在这个等候的当中必须要存着盼望。诗人坦白承认一切的希望是在神的身上，唯独神能够除去他的罪污，唯独神能够医治他的身体，唯独神能够拯救他脱离敌人的网罗，使他不再成为笑柄。第八、第九节，脱离，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如患人的羞辱，因为所遭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一句说话似乎暗示就是诗人所面对的光景，那种困迫，那种苦难，是因为罪的缘故而引发。亦有可能解释为不是，是有敌人来到追逼他，追杀他，但是这样的那个行为是因为上帝容许，所以他默然不语，他接受那个的事实，就是接受他现在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更加深信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盼望只有在神的里面能够得以被公平的来到去那个的回转或者申诉。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些人是更加的一步一步的来到去嘲笑他。他既然将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了。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这个的恶人，他们对于诗人那个的追逼嘲笑，我们看见诗人落在一种这样的难以安身的那个的地方。第十到第十一节，诗人在这里坦诚所遭遇的是出于神的责罚，在这里神的怒气要责备和管教，没有一个血肉之躯可以承担神的责备，所以诗人惧怕，我便消灭，就好像死亡一样。我便消灭，就好像死亡一样，去到一种所谓尽头，去到一种好像冇得救咁样嘅环境。然之后佢再睇翻自己嘅时候，佢留意到这个喺佢身上你因人嘅罪恶惩罚佢嘅时候，叫佢嘅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华。喺呢度佢提到嗰个嘅喺嗰个嘅罪嘅环境当中嘅时候，就好似被虫咬被虫咬那种情况，这种虫呢在圣经里头可以是说是一种蚕食衣物的甚至乎是对于那些木造房屋的结构所影响。所以呢我们有可能去估计是旧约的时候一种这样的蚕食衣物的虫，甚至可能今天所看的会飞嗰啲白蚁如果我哋大家有咁嘅经历见过有啲屋俾白蚁侵住嘅时候，嗰种嘅可怕。但系侵住嘅系咩呢？侵住嘅嘢喺呢度话系嗰所人所宝贵嘅，咁应该就系佢哋所紧张所积聚嘅嘢，所积聚嘅嘢就应该系嗰啲嘅金银，嗰啲嘅财宝。那些房屋或者那些名誉，诗人用这些东西来到去积聚，以至到有一天这些一切被虫所蛀咬，他所积存的东西归于无有。香港曾经有一个高官，这个高官后来退休之后就去到一个的新鸿基这个大地产商里面来到去他是在新鸿基里面工作，然后呢就再进入政府里面做高官，
然之後退休。咁但喺呢個時間咧，就即係俾人揾到佢所謂貪污嘅證據，最後就坐監。佢花咗好多錢打官司，但係最終咧佢係坐監，應該放咗出嚟啦。咁啊，但係啊，即係以往嘅佢嘅所謂財產啊，佢嘅聲望，佢喺香港政府裏邊所做嘅個職位，差唔多係即係政務司，應該如果冇記錯係政務司嘅職位。但係後來嗰個貪污案件即係裁定即係成立之後，佢嘅聲譽、佢嘅一切全部冇曬。人以為自己積聚嘅嘢一下子就冇曬，正如先知以賽亞咁講：看啊，他們都要將衣服漸漸破舊，蛀蟲必把他們吃光。以賽亞書第五十章第九節嗰度咁樣寫，所以詩人就慨嘆：離開神嘅生命，其實只不過真係一口氣嚟嘅啫。按照呢一個亮光，人即使擁有足夠嘅財富，有榮華富貴、名譽，都只不過是一口氣之間，何必驚誇驕傲呢？誰能忍受得住神的怒氣呢？誰能在神的審判台前面站立得住呢？讓我們祈求得著智慧的心，好像摩西一樣。因為即使你一生，我們一生度盡的年日，只不過是70歲，若是強壯，就是這個的80歲。但是我們所經歷的，其實都只不過是勞苦受煩，轉眼成空。第十二到第十三節，詩人在這裡轉去，來到去懇求。這裡呢，我們看見在哀歌的格式裡面比較特別。一般的哀歌呢，在結束的那段是讚美來的，但是本篇的哀歌呢，就是一個懇求。懇求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祈禱，留心聽我的呼求，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我列祖一般，求你寬容，使我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在這裡我們看見詩人因著堅忍，因著等候而存著盼望去懇求神。詩人首先獻上的是懇切的祈禱，然後大聲的呼求，最後是痛哭的流淚。詩人的祈禱在程度上是越來越迫切，越來越焦急。可以見到這個不是修辭學，即是假的，是一個修辭，不是。詩人是真的呢，很迫切地去呼求，並且呢流著眼淚的來到去呼求。詩人將心裏面最深處的祈求吐露出來，以致在神面前發出這個至真至誠的祈禱。最後詩人將內心的不安逐步地深化他的祈求，因為他時日無多，他懇求神快快的垂聽，施行拯救的恩惠。他知道他只不過在地上是一個客旅和寄居的身份，好像他的先祖一樣，深切的體會什麼叫做客旅和寄居。他們除了有曾經滄海的那個的經歷之外，更加他們的先祖確實是呢憑著信心離開他們那個本族本土父家，好像阿伯拉罕一樣，去到迦南的地方來到去寄居。他們住的是帳篷，隨時都會拆了再遷移，這個是他們的祖先那個的經驗。又好像那班脫離了這個埃及，在曠野40年，隨著即是上帝的帶領，隨時都要遷移。即使他們的下一代入了去那個的應許之地迦南地的時候，利未記25章23節那裡怎麼說？他說呢，神對以色列人說，你不可永遠賣掉你的地，因為地是我的，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不過是寄居和客旅。我們知道呢，即是這個的進入迦南地那批的以色列人，他們的地呢大概每一個即是不是永久的。這裡在利未記已經提出，已經告訴他們
使人清楚地指出一件事，人要谦卑坦诚自己生命在神的里面，在永生神的面前，是短暂，是虚幻，是一无所有，唯独那个真实的，一切的在乎神，唯一的盼望在乎神。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今天又活得很痛苦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光景，你会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光景。在这个的诗人最后一节的祈祷里面，求你不要怒视我，这个是诗高的译法，求你转移你的眼光，将你的眼光离开我，将你的怒气离开我的罪。这个的祈求是恳请神的愤怒的眼睛转移离开诗人，因为他的生命十分短促，去而不返的死亡，全句是恳求神不要继续惩罚他，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让他再次经验神的恩惠，活得有喜乐。换言之，求神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身体，使他重新得着活力。这一篇的哀歌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提醒，今天你的生活是不是营营役役？今天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是有什么的那个的欲望呢？今天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子短暂，你仍旧有多少的日子在地上，你能够在你还有的生命的时刻里面，你如何来到感恩向神，来到去唱出赞美的诗歌。诗篇39篇是一篇这个的暮鼓晨钟，敲醒那些沉睡的心灵。随着日子的逝去，人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觉人类我们所今日经过的生活，我们那个的日子，我们那个就是为着这个的人生而积存的东西，这些一切的东西，这些眼目的情欲，拼命地去赚取的东西，甚至有时候出卖你的朋友，加增你的敌人，总以为人生可以不断地累积，必然会一帆风顺。你和我都明白这个不是一个事实，而且真正的眼前的事实是人生那种的短暂，没有人可以担保永远拥有的财富。尽管你赚取了地位和声誉，在人面前你似乎好像有光荣，最终只不过是一个幻影来的，是一口气。诗人指出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的生命是非常之的短促，以神是生命的创造与赐予者，所以离开神，人的价值就是虚空，一切的罪恶本质上就是背叛神，忘恩负义，而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如果今天就是你与神隔绝的话，上帝是不希望你离开他，上帝的盟约是希望他能够委身给你，上帝是希望你回到去神的家里面。神一定会惩罚那些犯罪的人，按照彼得说，审判从神家里开始，为了这个缘故，诗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但是他醒觉人生的短暂如同浮云，所以当他苏醒的时候，他在这一刻他真正的去认识，他明白，他知道，好像第七节那讲，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在这里他很清楚，唯一的指望就在神的里面。当他清醒了之后，他对神的认识，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对他自己整个属灵生命有所的转变。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班的门徒训练的班里面，我们今年所查的一本书《其恩典在中年》，在这个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提醒，提醒我们反省人生，提醒我们在世界里面有时候好像枯叶一样，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争取为了自己的争取，但是很多时候所争取的东西其实是幻影。我们盼望即经过这个的属灵操练之后，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个的醒觉，真正的醒觉。彼得曾经这么说，亲爱的，我劝你们作客旅和寄居的，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彼得前书2章11节，
希伯来书亦都咁讲，这些人存着信心而死，并冇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喺世上系寄居同埋客旅。新约嘅作者喺呢度同呢一个39篇嘅诗人，好似咧有一种嘅互相对应咁样样嘅，即系对话。啊，个总结就系为我哋即系提醒我哋诗人所讲嘅，主啊，我等咩呢？我嘅指望在乎你，盼望今天你同埋我可能仍旧在苦难嘅路上，你同埋我能唔能够有呢一种嘅确信？神啊，我一切嘅指望在乎你呢？我哋低头，我哋祈祷。亲恩主，我哋多谢你今天藉着诗人呢一个嘅诗篇39篇，重新嘅再提醒我哋。在这个苦罪的世界中，我们自己的指望唯独是出于你，求你圣灵是光照我们，责打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力，带领我们来到在上帝的这个的天路，那个的漫长的天路里面，其实可能是短暂，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来到去奔走，我们向着神嘅标杆，俾我哋嘅标杆一直跑落去，叫我哋唔好离开上帝嗰个嘅轨道，求主恩待，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在这个的圣餐的时间，希望你已经预备好这个的饼和杯，那就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有关圣餐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那里这样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上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而当他离开那个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世上的每一个愿意归信他的人来到去立这个的新约。而这个新约，耶稣当他死在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升天离开的时候，就说我会再回来，我为你们预备再回来。在这里同样耶稣有他那个应许，
就話我而家如今以後我唔再喝呢個葡萄汁，但係直到我個父嘅國裏邊同你哋喝嘅新的那日子，呢個又一個應許，亦都一個盼望。你同埋我哋今天嚟到去即係領受呢個聖餐嘅時候，我哋都要存住呢個嘅盼望，因為我哋一切嘅盼望係在乎神自己。請我哋低頭一同嘅嚟到去默想啊，呢一個嘅馬太福音26章呢一段嘅記載。聖餐咧係每一位口裏承認、心裏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哋救主嘅弟兄姊妹一同嘅去領受啊！我哋先為呢個餅同埋杯嚟到去禱告。親恩主，我哋多謝你，多謝主為我哋嘅緣故，你喺十字架上流出寶血。你为我们擘开你的身体，你使我们成就了这个的救恩。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那个的圣餐的时段当中，我们能够默想，我们能够去体会到上帝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那个同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深信，我们知道唯一的指望在乎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圣名，佛流主耶稣拿起这个饼来擘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而舍，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的领受。凡流主耶稣拿起这个杯，他说这个是这个杯是代表我的血流出来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的领受。跟住落嚟系呢一个嘅奉献嘅时间，请我哋低头，我哋祷告。亲恩主，我哋为着呢一个嘅世界喺呢一个苦难当中，但系我哋多谢主，因为咧你为我哋祷告祈求，你话已经系为我哋嚟到去寻求平安。今天我哋嚟到你嘅圣殿当中，当我哋将呢一个主你嘅恩典，你所给我们的金钱，我们将它来到去献呈。但愿每一个奉献的人都是带着甘心乐意的心，并且为着这个教会来到去守望祷告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会在荧光幕看到我们教会那个的地址就如果你有奉献的，你可以开支票来到去寄上去这个的地址。以下下来有简单的报告。今天呢完了这个崇拜呢我们继续有一个的分享时段的。这个我们都鼓励大家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分享时间来到呢去有需要的代祷，或者是跟见下弟兄姊妹在网上来到去问安。另一方面呢就今天呢是有这个的祈祷教会公祷会在11:30，那就门徒训练那班啦。同埋呢若果你参加祈祷会呢，请你就用返平日那个主日学的那条 link。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样去找的话呢，那就请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或者是问师母那就另外呢就是下个礼拜
日咧主日学咧系开翻噶啦，咁咧系成人主日学咧系有呢一个嘅创世记，咁而呢个创世记嗰个嘅时间咧，今日有啲更正，因为上个礼拜嗰个报告就话即系去到年底啊，咁呢个唔系即系呢个系有少少错误啦，咁所以今日就更正。啊，创世记咧将会咧一直去到九月底就完噶啦，啊，去到九月底创世记就完噶啦，啊，而十月到十二月咧将会系有一个新嘅课程，咁但系个课程仲未有一个最后嘅决定，啊，我哋会尽早咧向弟兄姊妹嚟到去报告。十月到十二月将会咧有一个嘅新嘅课程，啊，咁但系请弟兄姊妹留意，我哋会。啊，即系尽快咧嚟到咧向大家报告，更加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咧。如果你周三早上有时间十点嚟参加我哋嘅查经班，或者星期五晚嘅一个家庭嘅查经班啊，或者其他嘅啊妈妈组啊姊妹组啊，我哋盼望咧弟兄姊妹咧唔好停止聚会，并且咧喺神嘅家里边一同嘅嚟到鼓励啊，嚟到去分享，以至到咧我哋。就是在这种守望的当中，我们可以一次一同的彼此的代求。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呢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诵读九月份的金句。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愿主天天以恩包围你，助你准他走信心的路，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安心去常他爱，常欢喜。接下来是祝福的时间，请大家低头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赐他念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